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儿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就是非常适合在圣诞节涂的口红色号，还有很适合在圣诞派对里面使用的眼妆哦。让我们看下去吧。今天呢，我已经上完底妆，因为今天就是直接要介绍我们的眼妆还有口红色号，所以呢，今天使用的眼妆是 Stila 的这个眼影蜜，它是这样子，带有那种玫瑰金的颜色，超级漂亮。这个呢是我使用的第二罐了，这个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就是你直接涂在你的眼皮上，然后用手指把它抹匀，然后这个是大亮片的，这个真的很漂亮，就是你在聚会啊，然后派对、生日啊都可以使用，因为它真的很闪很闪，然后它涂完的眼睛就会长这样，很闪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会在眼尾再压一个比较深的颜色，是用这个 Easy House 的红酒系列的眼影盘，它里面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会用这个咖啡色，做一个晕染。眼影堆叠完的颜色是长这样子，然后下面呢，我会用这个有点带紫色的这个颜色，在我们的下眼线的位置，加完下眼线的样子是长这样。接下来也是拿一支我们这个斜角刷，拿出我们刚刚的眼影蜜，沾一点点。这个眼影蜜它超级亮，然后眼影蜜加完，眼睛就会感觉很 bling bling 亮亮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勾一点眼线出来，眼影就大功告成，眼影长这个样子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仙子睫毛，然后我有买蛮多盒的，今天带的是这种A 型睫毛混妆，它长这样，还有这种，然后也有下睫毛的，下睫毛长这样。这个睫毛呢，它是一根一根的，然后 A 型呢，它就是三根粘在一起，像一个 A 字型，所以它叫 A 型。然后它里面有8、9、10、11、12 mm 的不同的长度。所以呢，你要自己准备一个这种小夹子，跟假睫毛的睫毛胶水。我用的时候呢，直接把胶水粘在这旁边就可以了，这样很方便我们去等一下去沾取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所以我应该会选择长度最长的，粘在我的眼尾处，就是12，然后直接粘在眼尾的位置。接下来会粘11，再来粘10。再来粘9。粘完一边的仙子睫毛是长这样，从12、11、19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是没有粘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，
就是这边是粘了仙子睫毛，然后这边是没有，这边感觉就是那种会有一束一束这样子炸开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另外一边把它粘起来。两边粘完的睫毛是长这样，好，那么呢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睫毛感觉比较bling bling， 然后眼睛很有神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样一根一根的这种仙子睫毛。那如果你是平时不想要这么夸张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买90/11，因为12的话我其实平时也会比较少用到，用最多的是11，然后再来是10，再来是9，大家可以选择就是自己刷完睫毛，然后比自己睫毛再长一点点的这种去买。然后这个呢，网络上它有分就是很多种样子的，你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去买。然后我这一支今天用的是 A 型的，这五支今天要介绍这五支很适合在圣诞节涂的口红。首先呢，先从 Chanel 这支442，这个颜色呢很漂亮，它不是那种正红，但是它是属于比较亮红色系的，感觉是会在那种红毯上啊，然后看见女明星涂的那种颜色。我今天会使用的是薄涂跟厚涂两种，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现在这个是442 Chanel 薄涂一遍的颜色，就是如果你看他们觉得很红，其实你只要薄涂的话，它真的没有这么红，大家都可以大胆的去尝试。这样厚涂的颜色呢，第二支口红呢是这支 Tom Ford 白管的03号，它是有带橘色的红色，薄涂一遍。这是薄涂一遍的颜色，厚涂呢，厚涂其实感觉它有一点荧光橘的感觉，所以如果皮肤黑的人，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出彩。第三支呢，也是 Tom Ford 的69号，这个颜色是很像干燥玫瑰花的颜色，很漂亮。这支我真的超级喜欢，就是涂上去感觉就是那种温柔女人的感觉。这是薄涂一遍的颜色。厚涂，厚涂的颜色，69号，超好看。第三支是这个 YSL 的93号，这支呢是在圣诞礼盒里面的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它上嘴的时候真的是跟它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超级好看，它是有一点哑光的，然后
反正就是超好看的，它又不会太正红，然后又感觉初阶一般初阶都可以使用的，厚涂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要挑场合。对，现在是93号厚涂的颜色，长这样。就是会比较红一点，但如果你圣诞节然后约会的时候涂还是蛮好看的。最后一支呢，也是 YSL 的85号，长这样，它是比较姜红色，比较暗的那种红，但这支也很美，而且它上嘴是很丝滑，然后很滑很顺的那一种，而且它味道很香。薄涂一遍，厚涂的颜色，今天呢推荐了这几支很适合在圣诞节涂的口红色号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很适合参加派对的眼妆，大家可以去买这个仙子睫毛在家试试看。最后呢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和自己喜欢的人去约会吧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